被称为全美最强乃至地表最强的科研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37天的努力研制出一种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特供的呼吸机。目前经过成功测试后，500台新型呼吸机正在投入生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24日报道 ，NASA 研制的新型呼吸机的工作原理与传统的呼吸机相似，都是通过氧气管来辅助病人进行呼吸。不同的是，该呼吸机的寿命只有3到4个月，不像医院里的传统呼吸机寿命长达数年。设计工程师们希望通过投入该新型呼吸机，把医院的传统呼吸机分配给更加严重的新冠肺炎患者。这款创新呼吸机能够比普通呼吸机在更高的压力下提供更多的氧气。NASA 首席健康和医疗官博尔克博士称，重症监护病房的 COVID-19 患者需要高动态呼吸机。这款新的呼吸机至关重要的目的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进入重症的可能性。同时 ，Vital 新型呼吸机还被设计得更加便捷和易于维护，这意味着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包括酒店和会议中心。研发团队称，这种呼吸机部件更少，可以大规模生产，其中的大部分部件都可以在当前的供应链中获得，且不会与现有的传统型呼吸机供应链产生竞争。该呼吸机是 NASA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与羚羊谷医院、兰开斯特市维珍银河公司和宇宙飞船公司、羚羊谷学院以及羚羊谷工作组成员共同合作的成果。我们是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知道如何登陆月球和火星，然而现在要在我们不熟悉的领域里去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面对此困难，工程师阿克莱坦言勇敢无畏。